哎，大家好，今天是这个成都高新区人才发展学院成立的好日子，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特为跟恭喜大家。我们都知道，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和人才、和科技和创新都有极重要的关系，而且这个是。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这个产品的这个转移也是越来越快，国际的市场管理的经验这方面都需要继续的培养，继续的创新。所以这个理念成立这个人才发展学院的这个理念实在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是我觉得做得好的话可以使成都变成不但是中国的这个城市的榜样，也可以变成在世界上也有领先的地位。我们个人来讲甚至我的代表这个极妙集团来讲，我们都会极力的和高新区合作，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得好。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再次的恭喜大家，也希望的是这个学院是可以一帆风顺，马到成功。谢谢大家。